亲好朋友，大家新年快乐！我是新北市议员郑黛丽香，非常感谢乡亲的收听和支持，我会当顺利来连任。此后的四年，林芳对于地方的建设、地方的事务、地方的任务，一定会全力以赴。啊，目前咱北海岸就是咱淡水的交通，一定会稳居第一位。在我们的淡江大桥第三标预计在三月要动工，然后轻轨已经在试营运当中，那北侧道路小组已经通过哦，那要送进大会，相信很快很快的就会让我们淡水的交通有所改善哦。那丽香也会全力以赴的来做该做的工作跟任务。那今年是猪年，祝福大家诸事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平安吉祥，事龙公凶，弄当大顺利，大发电，大赚钱，赚大钱，大家拢过好日子，恭喜恭喜。